林克探乐园，你藏我找。夏天，入睡了。嗯，快点帮我找到隐藏在动物园里面的几个珍贵的动物吧。今天的你藏我找任务就是看图找出美洲红环、水豚、巨嘴鸟、巴塔哥尼亚豚鼠、美西顿口鼩。哇，这些动物名字我听都没有听过，不过既然是夏天，一定可以做到的。慢慢慢慢慢慢，林可探乐园，你藏我找。哇哇哇，这个丛林有好多我没有见过的动物。哎，哇哇，我还有任务呢。是什么呢？哎，你要找到这个动物呀。Hello。 这个应该不是吧。这个啊，是金刚鹦鹉。鹦鹉呢非常的聪明，可以学人说话哟，不知道它会不会。你好你好你好。还有动物。这个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变色龙吗？哇，那我也在这里。变色的话应该看不见吧。看不见看不见。哇哦，Hello。 难道是他？哇，美洲红环。下一个任务是要找到这个。不是在这里玩的时候。难道是？好大呀，你看。哇，大家知道吗？它的名字叫做水豚，是世界上最大的鼠科动物。哇哦，你们看。不过呢，有听说它呢是非常喜欢在水里面活动的，因为它只喜欢在水里面拉大便。不过呢，它的游泳可是非常厉害的哟。水豚。这个应该不是吧？它是什么呢？我知道了，它们是羊驼。你看，哇，和我一样高了都快。据说它会向我吐口水。这个应该也不是吧？哇，这个乌龟也太大了吧！原来这个是浣熊。应该不是。
哦，哇，这个应该就是我要找的了吧？你看它的嘴巴。被称为巨嘴鸟，它呢一般生活在热带雨林当中，喜欢成群活动。它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，就是这个粗犷的声音。巨嘴鸟，现在要找的非常大，而且难度系数是四颗星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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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他们游泳很厉害耶，要是我也游泳这么好就好了。这个感觉很像企鹅，应该不是我要找的这个。这个难道就是我要找的吗？这个豚鼠呢，据说是世界上第四大鼠类，只是比较大了，看起来呢非常像一只可爱的小兔子。现在呢，这里是它的新家，我们一定要安安静静的，不要吓到它哟。Hello， 巴塔哥尼亚豚鼠。哇！哇，它的耳朵真的好大哦，我觉得它有点像坤坤呢。这个应该和我要找的不一样吧？这个可是难度系数最高的哟！哎，我加紧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这个应该是我要找的。美西顿口鼋，这个动物呢被称为顿口鼋，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别名哦，那就是六角恐龙。哇，是不是有点像恐龙呢？它呢由于身形非常的特别，而且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征哦，就是当它的手或者脚被砍断之后也会再生。哇，真的很厉害哦。我觉得好开心啊，而且五个寻找动物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啊，今天的你藏我找任务就完成啦，下次再见吧，拜拜拜拜。